感觉破绽拉好一点，可以一个破绽都不给他，还是给他 A 到了，但是换血还是小赚的。 伤害不够，差的有点多。 给你看个大宝贝。 怎么样，哥哥的宝贝，行不行？追不上啊，根本不追了。不给，我就把你给别人了啊！这样我们还多点钱呢。 我抓紧推线让他亏兵线，他没闪了。你我合适而击之啊，区区贼寇岂会费力？怎么说，兄弟，合适而击之一波。 还行吧，没事。
真回家了，这能舍得回城？说实话，要是我，我就不回了，我肯定不回啊。我很少这种线会回城的，要不我应该会被越，因为我头比较铁。嗯，真能忍你啊啊！我肯定不回啊，我必须要操作一下。虽然99%操作不了，估计是送的。快快快，挖洞挖洞挖洞！啊，你还真吃啊！可以再打个 Q。我带的爆破的，你回家必掉塔皮。我操，交 TP！ 可以卖点血，看能不能把他骗出来。出来啊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暴虐来了！就不走啊？又不是杀了我。这个血量，嗯，一套伤害好像够，又好像不够，不确定。豹女一个标出来了 ，biu！ 什么豹女不在？咬住加速一个 ，biu！ 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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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播鳄鱼真不菜呀，开玩笑，包不菜的好吧？哎呦完了，哦好闪，哦好嘞，大都刷了，顶起来，哇 nice， 队友们也都是优势，
可以，这把应该分拿下了。啊，赢一天了，上把刚输呢。那肯定的呀，你拉残肯定会被封的呀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有树有鹰很正常的。哇，他们这会这么恶心啊。哇，这会什么技能啊，好恶心啊，看都看不懂。话说要弹一下。不知道他也噼里啪啦的，对面人不全没血了。点我点给不到啊，这不也有距离也没距离。我能不知道点吗？我摁的呀。我也看不太懂，我只知道这个英雄大概的技能，反正很恶心就对了。嗯，有点不太像个人啊。嗯。